还有康阳，还有维吾尔，还有菜场会。花莲县政府与慈济基金会来到玉里松浦陈家，76岁的陈妈妈高兴地用手语说：“终于可以安心入睡了。”很开心，也很安心的。现在地震时，陈月美在毁损的屋里被热水烫伤，现在伤养好了，房子也盖好了，感恩众人的协助与祝福。我可以回家了，心里很开心，开心到说我有地方住了。最喜欢哪一个？应该是枕头棉被吧，有的盖，有的躺。请我们的颜值行长为我们送上钥匙。全台超过3000人次的志工投入修缮工作，其中7户是耐震、防火、防热的钢构安心屋。我们动员了4批次的志工，哈，所以他们的专业跟投入，哈，是令人敬佩。我们也再次感恩到所有县府团队很快速的帮我们，打通很多重要的法规上的关节。地震后第120天，重建工作仍在进行中，包括道路、桥梁以及学校，大家还要继续努力。恭喜我们的这个入住我们新屋的这个家人，以及我们这个房屋已经复建的家人，有一个温暖家、安全的家，真好。再次感谢我们慈济基金会。妈姐，大家好，辛苦啦，要让你吃好，平平安安，安的好吧。一早志工前往住户家，带着在地米、床组、全新餐具、快煮壶等10种入住礼，象征着平安圆满，提前感受农历过年的吉祥喜气。像姐姐哦，我唱家姐宝贝的这个过年的，要搞我全家这完整。啊，实在哦，我可担不起啦嘿。大爱能量抚平受灾乡亲之苦，绽放笑容，迎接新年新希望。大爱新闻唐南君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